温亲宝宝，温亲宝宝说你好，秦哥哥好。谢谢来看公演的小伙伴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。耶！好温亲，好温亲，温亲宝宝，好温亲，好温亲，好温亲。谢谢小伙伴。谢谢。要是可以带一个人的话，我大概会带袁航吧。因为我觉得带了航哥的话，就相当于带了一个女人加一个男人。对，就是你想，就是到那里肯定没有住的地方，要做饭嘛。我觉得航哥他可以砍柴，我可以烧饭。然后要是当女人的话，他就是女人的话，啊，袁航还会织布啊，我都不知道哎，好，哦对，岳云鹏，我的天哪，对，居然敢抢我男神小岳岳，都是你男神，那个，所以我就觉得航哥挺实用的，因为我觉得，不是你刚刚说的我也会啊，你也会，你要跟着吗？你除了吃还有什么用？真的是不带你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航哥的求生意识特别强，他不会。我也会，我可怕死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对，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让他自己死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让我死的吧？对。耶！占据你满满心房。